题目叫什么？怀旧卡通吗？可是我怀旧是来自深渊呢。那个不怀旧吧？不怀旧吧？新吧？喜欢的卡通，我还很小，那不是怀旧？屁嘞！去年。啊去年近几年的镜子好吗？至少给我有五年以上的历史。哇哦，可以怀旧哎。OK OK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怀旧什么三月的狮子之类的、欸，那个也不怀旧，那明星翻第二季。啊、什么啦？怀念这个，好怀念。因为你小时候都爱看这个，团团，很棒，好不好？球棒，哎，现在有出新番，这个不算新番的，不行，没有，你要刚开始旧的算啦，新番还要多几个字，你都气功不超吗？球棒这个我没看过哎、欸，啊，球棒看的我们几乎都没看过啊，我看的这么多这么广哦，你们跟我比？哎、欸，他自己说的这个也太冷门了吧，大家都没看过哎、欸，真假的？那很好看，你超超爱的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全动画我都大学看的，我小时候不看动画的，小时候我都在读书念书，好不好？当学霸。哇哇，这么好会说笑哦。哇，这个马上猜到了，这什么？这个好像哦，看不懂这个，完了，看不懂这个，你叫什么？应该是自创，至少也要猜出一个动画吗？不要自创动画，自创动画也太神了。这个动画第一版很难看啊，你怎么会怀旧？你怀个屁啦！哦，开枪开枪，自己去 Google。不要说动画很难看，连漫画结尾都不是很好看，只有巧克力特别爱而已吧。嗯，哎、欸，这样讲好像就透露了。我觉得很不错，好吗？我刚刚还想说你在讲谁的，讲我的，我嘴炮你，打架了，打架了，要嘴回来了，有没有？哇、wow ！是啊啊，这什么啦？秋风，希望你看得出来，游戏啊，什么动画啊？从来没看过哎、欸，完了，我看不懂，我看不懂哎、欸，我可是。我本来想猜什么波特的，哎、欸，这边我盖好了。对，哇，这么快啊！你们还在琢磨什么？琢磨一下，盖得更完美一下，哪像你？坏掉！我这个猜不出来的就是人有问题，好不好？你是骂下一个、哦、哇？直接讲下一个有问题，枪爆了，下一个有问题，好可怜。会不会这个根本就不会歪啊？从头到尾盖的都一样。如果猜成欧文奖，我也就认了。欧文奖，哎，居然啊！这也太怀念了吧！哇，这个好像哦，还好没话讲哦。真的假的，熊猫？这个可能就是被人家要还我票票权才有救的。哎呦，变了，差太多了。一个杰克的战斗弹珠人。哦，是战斗弹珠人哦，还把墙壁打破哎、欸！旁边没有。发现弹珠人是什么东西啊？也蛮旧的。他好哎，他不是弹珠超人哦。啊，我以为是。我这才弹珠超人呢，对不起。啊、不一样啊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开播时间2005年4月。哦。马上变弹珠炸弹超人了。你知道原本是这样子，然后盖眉毛就好像盖眉毛也没有不行哎、欸。对啊，炸弹超人一样一样。哎呦，真的变炸弹超人，好可爱哦！变成炸弹超人，炸弹超人，弹珠超人变炸弹了，歪走了。我掉了，我掉了。我还以为大家这一题不会玩，我想说弹珠超人有什么好歪的？炸弹超人有动画吗？不知道，我就不知道有没有动画哦。哎哎哎，烦心。咕噜咕噜魔法，好可爱哦！这个不是魔法阵吗？这个我没听过、欸，对这个我完全没看过哎、欸。因为你只要有看过里面那个老头，完全好不好？完全呈现，完全吉他老头，是不是哈基？真的，完全没看过哎、欸，你们都看过？哎、欸，你怎么没看过？童年就要看，还蛮好，很好笑哎、欸，没看过哎、欸。你可以去怀旧了，好不好？真的怀旧，你去怀旧的啦，可以看一下。好恐怖、喔！为什么只有一半边脸？不是我估错了，中间很帅啊，旁边有点好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懂你们的梗，好不好？
个你们完全都没看过，歪走了，我完全没看过，没有看过，这完全猜不到，完全歪了。等一下，差点吓到我，也下体长什么大根？一进来，一进来，从下往上看，超惊悚的，太吓死我！我想说下面怎么了？太粗了啦，哪有那么粗的扫把啦？店员，你这都是你拼尽全力盖出来的吗？你的手很像吗？店员，你下面好粗啊！我说你盖的下面好粗、啊。哎呦，这里还告诉你皮是黑的。对啊，都是演员的权利了。头饰很像啊，头饰很像。通灵王，好不好？我就说差点撞题哦。真的，小时候就看这个、啊。你帮我扣像吧。阿姨啊，苍蝇啊，果然是你出的。对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啊，我刚刚对通灵王有什么意见？讲出来。一轮了，该嘴的嘴。哎呦，这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很棒，很棒。你这是漫画的。这个反而我看不懂。应该是冲你没看过，你没看过这个，没看过，没有没看过没关系，因为动画改编的很烂，漫画断尾。漫画后来有去补啦，对对对，所以没看过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动画因为追到漫画，他就只能自创了。哇，好大的进步，还不错。没看过就照着干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非常完美。好啊，小时候在看这个，只有你吗？只有你吗？霹雳哭了吗？这个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你没看过？我没看过啊！我也没看过。霹雳哭了吗？小时候超喜欢看的。啊！我的猫，给我站出来！你说什么哭了吗？我什么都没看过。跟你说，我都是大学才在补番美，不够经典的不看呢、啊。这个很经典，你给我去看。不够经典不看、啊。那个手上会有一个那个炮啊！我小时候超喜欢霹雳哭了猫的。那手上的炮。我没盖出来，你这个真的，歪走了，歪掉了，歪掉了啊！汤姆猫与杰利鼠，哎，原来这是杰利鼠，这是老鼠，对，那是很像，还不错，很凶哦，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，还挺凶。那他怎么没有很粗的尾巴？很粗的起司，你看我的观众也很多没看过，好不好？现在小朋友当然没看过啊，很旧了，汤姆猫杰利。都打出来哎 ，Tom and Jerry， 我这个超可爱，好 Q 哦，好像，太像太像，真的哦，秋风哦，就你歪走了，不行啊，小哥怎么这样？怎么这样啊，小哥？尽力了好不好？尽力了，这有够难盖的，看答案，有吗？啊！演员倒了，小可看出来，小可大崩坏，还好你没猜什么老皮之类的。小可超可爱，这个小可比较好。Q 哎，好 Q。我刚我也是后来去 Google 哎，透明卡牌是最新的。对啊，对对对，还有新番透明卡牌，还能透明的啊。所以我才说这个也叫怀旧吗？是啊。算啦，就怀旧也有出新的。对啊，算了。哦，是不是？一定有画哎，还有画哎。对啊，因为他那透明卡牌就里面其实有人物。好懒哦，好懒。而且你不觉得星星很像一个胖子吗？真的还行，像一个胖子。魔动。魔动王，哎、欸，这我都不知道哎、欸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就不知道，我刚刚看到的魔动王啊，那个早期很红的、欸，早期、我都有点忘了、欸，风火水是不是？然后三只还可以合体、欸，这真的超旧的、欸，还怀旧吗？好哟，一秒歪走，哪秒歪头有没有？直接歪了，难怪我想说怎么会有洛克人，哇，洛克人，这个超像的。一楼的都有盖出来哎、欸，好帅、欸、哇！我没看啊，我也是没看，我还不知道洛克有动画，洛克人动画好像有很多哇，这个有啊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要说，你看那个真的有捏捏捏捏捏捏超还原捏捏捏捏超还原手，洛克变成洛克。东京猫猫果然是人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卡通啊！
是谁看过？我看过，我只看一次，然后其他省略了。其他的吗？省略。圆圆，你不用怕，我猜出来了。哇！真的还假的？圆圆，你看的，你们不懂。对，你们不懂。圆圆，你不用怕，我有完美的呈现。怎么了？真的，真的，你去 Google 小梅东京娃娃，它就长这个样子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圆圆，这跟你看的一样吗？这是什么？你那个女生，你不要在人家内内上，没事。美少女战士，美少女战士不是猫耳咯？哎呀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有观众打何方妖孽？要你个头！还好没有人猜什么摸孔妈妈之类的。为什么这眼睛还要这样？没有一个眨眼啊，眨眼，眨眼。我以为他被揍了一拳，你知不知道？有啦，这个很像啊。有吗？有有有。哎，我打反了。美女少战士，美女少战士。圆圆，这你也会看啊，好不好？这一次最好的应该是最那个吧，那个最初那个吧。对吧？我也觉得最初那个好棒啊。哎，他真的有震撼，你知不知道？真的，我刚刚吓到，一定要从这下面往上看。真的，一传上过来就是这个角度，哇，好震撼哦！而且感觉很像没穿裤子哎，很恐怖啊！